你不带钱的啊。哎呀听明白吧，准备那在这儿拦着，在这儿拦着，在这儿拦着，不行不行，不行，不能让他们赢，我们加油，我们加油，不要浪费无谓的体力好吗？好帅。接下来我们就将在这里进行奔跑吧最强社团争霸赛第一场热身赛，飞扬的青春。十二名成员从起点出发，哨声响起后快速抢夺前面的十顶帽子，并跑至操场另一侧选择一个锥形桶就位，随后裁判会挥动一面颜色旗子，率先将这一颜色的帽子带回起点的队伍得分。本游戏三局两胜。可以扔对吧？可以扔，可以团，我们可以传给我们团队的人对吧？对，十二个人都可以抢。啊，但要注意的是，哪个局获胜的成员就不能再参与这一轮的游戏了。获胜的队伍可以为最终的百人捉迷藏大赛赢得一张自取决定券，在最终捉迷藏的环节中决定先进行抓捕还是躲藏。来吧，把报纸呈上哥。先认清一下队友。哎，不带钱的啊！请准备，三、二、一。快点后面加油，快点后面加油，加油，先往前跑，来准备，请看颜色。啊，咖啡色的。快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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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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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厉害啊 Ricky， 好快，你跑那么快，好快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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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医生啊，深藏不露啊，太强了，太快了，我都没有看清楚那是什么颜色啊。第一局局胜 Ricky 胜出，加油。来，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二轮，稍后我们直接为大家亮旗子颜色，你们直接去抢帽子了啊，就直接抢到那个，抢完再跑回来。你把我最擅长的前半段给整没了，阻碍别人抢帽子，阻碍捣乱，阻碍别人下阴招去。你就不能抱着他们俩。听明白吧？准备，请亮旗。亮旗，亮黄的，亮黄的，黄的，亮黄的，亮黄的。加油！咱俩在这儿赢两拦着，不行，在这儿拦着，不行，不行！哎，真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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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直接往前冲。两个人一对，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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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车，没事没事，变粉队，没事吧？没事没事 ，nice nice， 好累啊！早知道练了有氧来了，好激烈啊！好的不行，接会儿接会儿，来两位嘉宾，谢谢。我是 MC 好吗？我 MC 我，从小喝到大。炎炎夏日 ，MC 也推出了奔跑吧同款雪糕，用 MC 活性益生菌酸奶解锁夏日新吃法。哇哦 ！MC 动着吃，健康更美味，冰爽新体验，欢迎大家享用。目前两队1-1打平，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三局，我们就要决出胜负了。不能让他们赢！我们加油，我们加油！加油！队员冲啊！我等你传球。对。请出颜色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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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哪儿？防守，防守，防守，防守。你是这个？那个，那个破了颜色。是是是是是哥，不是这个，后边雨欣，雨欣哥，远的雨欣哥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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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帽子不对，不对，颜色不对。啊啊啊！没拿对吗？帽子不对吗？不是这个，快快快快快，太差了。小心小心小心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好困的，这里小心，哇塞，赶紧小心，没事啊！翻了。痛很多倍，这有那么疼吗？这有，我拿帽子，我过来，你先拿帽子。沙哥，这个是得头顶菠萝吗？这是。哇！好痛，这个哇！好痛！你不要压我，你压我，我更痛。你自己管好自己。他们两个在一起真的好可爱。来，让他俩先来一个。来，来，老沙。你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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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俩就别客气了，好吗？我先酝酿一下，我先酝酿。我现在得说服一下我自己，我怎么跳？我得先说服我的脚，因为很痛。周深，感觉你要跳很高哎。周深，你好像要跳一个你。你们先当我不存在。我拖你一把，我拖你一把，我拖你一把。不知道你是拖你老师，我可以拖他一下，拖他一下。我好不容易在这个里头找到了两个地啊，
找到了两个地。收下，这。收下，这我一路不行，还要上去。不行。等一下，刚才谁跟我说要助跑来着？助跑不行，他只能原地跳。助跑是肯定不行的。你让他俩来一个嘛？周深来不来一个？周深，我跟你讲，不管能不能顶到，跳一下要。对，对，是不是？你也没跳。我们三二一一起跳吧。好，三二一。坏了你沙溢，真的我就猜到是这样。哎呦，我在起跳那一瞬间我觉得有点不稳，要扶一下帽子，扶一下，你赶紧上。不有的不我跳，我跳，我跳。你是他应该没有我跳的高吧？刚才没有，他真没你跳的高。哎哎，站到了！哎哎，站到了，站到了！还差最后一顶啊！哇！差一点点。哎，我觉得你们俩要不拖一下周深。周深来吧，来，我真是说心里话，其实周深刚才跳的。已经尽力了，来，我们一人一遍，我也帮忙。好，一二三，啊，脚还在鼓掌，你通透一下，我也来，我也来玩一下。啊，这么痛！啊，这么痛！哎呀，小心！慢点。哦，好痛！啊，好痛！啊！哟，呀，凯哥，你克服了。这咋的了？这是，这人。这是怎么了？哎呀，大爷，得了关节炎！哇哇，这么痛啊！这个好痛，加油！这个比看起来的痛很多倍，这有那么疼吗？这有！我拿帽子，我过来，你先拿帽子。沙哥，这个是得头顶菠萝吗？这是。哇，好痛这个！哇，好痛！你不要压我，你压我，我更痛。你自己管好自己。他们两个在一起真好可爱。来，让他俩先来一个。来，来，老沙。你先你俩就别客气了好吗？我先酝酿一下，我先酝酿，我现在得说服一下我自己，我怎么跳？我得先说服我的脚，因为很痛。周深，感觉你要跳很高哎。周深，你好像要跳一个你。你们先当我不存在。我拖你吧，我拖你吧，我拖你一把。布拉，你是拖你老师。我可以拖他一下，拖他一下。我好不容易在这个里头找到了两个地啊，找到了两个地啊，收下，这，收下，这，我一不行，还要上去，不行啊。
没跟我说要助跑来着？助跑不行，他只能原地叫。助跑是肯定不行的。等会儿让他俩来一个嘛，周深来不来一个？周深，我跟你讲，不管能不能顶到，跳一下要。对，对，是不是？你也没跳。跳呀！我们三二一一起跳吧。好，三二一。坏了你沙溢，真的我就猜到是这样。哎呦，我在起跳那一瞬间我觉得有点不稳，要扶一下帽子，扶一下，你赶紧上。不你有的不不我跳我跳我跳你是他应该没有我跳的高吧？刚才没有，他真没你跳的高。哎哎，站到了！哎哎，站到了，站到了！还差最后一顶啊！差一点点。哎，我觉得你们俩要不拖一下周深。周深来吧，来，我真是说心里话。其实周深刚才跳的已经尽力了，那我们一人一遍，我也帮忙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。请左儿听题，请问花店里面有什么？花店里面有什么？花。耶、yeah. ！再想想，花店。花店里面有店员、花瓶。你等会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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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会儿，稍等，稍等，稍等。他是不是已经赢了？我们出三个。不是，答得越对分越高，最多可以答错两次。够了，够了，有一个就够了。现在已经三分，请继续。水。四分。再想想。花店里面有灯灯。灯要受惩罚吗？是啊。躺平了，好松啊！好可怕、啊！我申请把我们队拆了吧，拆了，拆了，拆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我觉得我也可以拆了。什么花？快做鲜花饼吧，快点！太疼了，太疼了。这个更疼啊！啊，好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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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更疼吧？大拇
脚趾，这个太痛。本来只是脚底，现在连脚背都痛了。任督二脉已经打通了，我告诉你。别打了，别再打了。你别打了，我们四分够了。队长，队长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收了你的神通吧。别开枪，是我。你们的答案都没了吗？我们就说了四个。请继续。顾客。有。哎呦，我的耳膜都要破了，彭和弟。剪刀。泥土。有花泥。有。那那那那。OK， 钱。花店吗？正确。还有。贼。你要不要往好的方向想一想？有贼的话，我觉得还有警察。警察，他下去扎的都是同一个位置，知道吗？都定格了，上脑了，上脑了，好痛！好赞，赞的！哇！应该真有节目呀！可是你有可能一起来就中招了，真假的？我觉得周深应该能感觉到风，还有站起来的，有晃吗？这个时候完全听不见，已经靠近那一圈了。来，你们再不动，我跟你说很危险。水晶宫，真假的？骗人的吧？等一下，我有点晕，好吓人啊！啊，好吓人啊！怎么了？是谁？不会是我打把他的球打过去了吧？是你，哇！怎么了？三、二、一。有球吗？哇哇哇！哇，你还敢站？哇哇！胡彦斌睡着了。周深就是有点轻敌了，周深站起来了，我一滴水都没有浪费全造呢，全部。接下来会再淘汰一位，剩余的两位晋级决赛，还有决赛。
哎呀，这个心里太难受了，还不如早点砸到，早点下来呢。我给你们开个桥。迟早的事了。来来来，越来越近了，越来越近了，朋友们。哇！他有点武林中人的感觉了，好紧张啊！我们看的都紧张。你知道这球多少次从你的鼻尖擦肩而过吗？他撞了我，但是他没破。决赛，决赛，来来来，决赛！这个决赛可以放弃吗？进入决赛，我听到我都绝望了。第二组成员就位。你戴的太贴了吧，减少碰击的面积，要太高了不容易碰着吗？哦，好，准备好了吗？三二，二点五，二点一，我告诉你们早就开始了，动起来！哇哦！带的低还是有好处的。哇！是撞到谁了？撞到王菊了。王菊撞到王菊，我怎么湿了？人家头球传给你了，王菊传了个球，算我的呀。好紧张啊，这个东西。不，你得动。动不动感觉都一样啊。动起来，动起来。好，请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是个椭圆，这是个椭圆，朋友们。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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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了。完了完了完了！哇！哇！哇！坐起来再猛点，坐起来再猛点！再高一点，坐起来！走！王菊，上一把你碰着了，其实就有预示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现在也不是很狼狈，我先下了，姐妹们加油！姐妹们加油！我们接下来是竖排的晃动，竖排，竖排，竖排两个球啊！变了，竖排两个球啊！这也太多了。什么叫竖排啊？啊！这么有仪式感，这是什么？哇，后面还有高的。前面两个高，因为它那个上去了嘛。这就必须动了，对，因为它竖着砸，不动是必死。对，哇、哦，这个有点难，可以让有人试一下吗？请吧，请吧，各位，请吧，请吧。
有请我们四位决赛选手上场。我就第一个，我感觉第一个太危险了。我觉得刚才老沙那个方式啊挺好的，是把帽子稍微再戴低一点。我戴不低，我头这么大。哦，那对不起，当我没说。下不去了，不是谁都有条件戴低。你是头位？好大一颗头。咱就是说中奖的几率还挺高的。我吗？有一点危险，就是说。决赛组，请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一。呜呼！呜呼！一下就要结束了，哇哇哇哇哇！我怎么感觉一下就要结束了？哇哇哇是我吧，白鹿，白鹿。可是，为什么？白鹿破了，但是全部撒在了 baby 的身上。我的眼睛里都是水，全部都湿了。好像是撞了一下我，撞了一下，撞了一下，没错。矮了啊。嗯，差点干折了，他们把这踹折了。这个距离对于我来说比你们远，这中间隔了四个周身。太残忍了，唯一能扣着的一个还没了。快点过来，为啥你不过来？快点过来，你过来，你过来呀，你过来，你快点过来。为啥你不过来？过来，我过不去，我要能过来我就进攻了。我怕我一过去直接从这就出去了。跟想象中不太一样哈。好远好远，走这么远啊。哎，起来了，有了有了有了。哎，起来了，有了有了有了。你要蹬一脚，你往上蹬，沙哥往上蹬，他你就不会掉下去。来吧，深深。哦，可以。哎妈呀！哎妈呀！往上蹬，赶紧蹬过去吧，使劲。想弄到我，没那么容易。没那么容易。我下一个格。再下一个。啊！好，对，把那个也给他撤了。你遥控呢，是吧？推他脚。可以可以，挠脚心，挠脚心。这什么招数啊，这都先炸窜，脚脖子脚脖子，哎，哦，你不怕腰折了吗？啊，哎呀不行，腰腰腰啊，哎呀不行，腰腰腰，哇哇，腰腰腰，从一个婀娜多姿的老人变成了一个痛苦面具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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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行了行了 ，KPI 已经完成了。刚才那连续四次的漂移，可以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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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恭喜周深胜出。呀，他太灵活了，感觉他好像都在这生活，平时在这种地方生活一样。你捏捏，好，没事。
你去，我咱俩一起来。走，来，你来，来，我们俩一起来。别动，我们俩啊，我跟你说，铁定了。周深，拍的是周深啊，小白耗子。我过去。你过去。我是要过去。过去呀！完了，你。周深，我的天，你看周深，你这厉不厉害？周深，可残忍了，周深，周深很深啊，这个人。周深啊，披着羊皮的狼。喂，快跑！哎呀，杀戮，到杀戮！你来我这儿！我逃命！贱人，愣渣，给那小白鹿！我逃命！把小给他蹬下去。背上，来吧，快他！深度好睡眠，为奔跑加速，喜临门床垫提醒您，下节更精彩。本节目由安慕希独家冠名，换新美味，奔向美好，一起安慕希。本节目由深度好睡眠为奔跑加速的喜临门床垫特约播出，欢迎登录联合独播平台优酷、腾讯视频、爱奇艺 Z 世界，观看更多节目内容。周深的腰都快断了。宋雨琦这个时候进攻，进攻郑恺。没有。宋雨琦这个时候进攻，拽郑恺的手。太厉害！好看！司机！恭喜雨琦和凯哥胜出，获得验证的机会。根据怪谈舞的指示。在挂满人形面具的房间里，镜中人照镜子是没有脸的。验证屋里有除了你之外其他成员的面具，如果你怀疑谁是镜中人，就请举起他的面具放在自己面前照镜子。如果出现的形象是他的脸，说明他的身份就是人，但如果照出的是一张白色的面具，就说明他是镜中人。哦，那现在就请两位来领取你们的密码，密码就写在安慕希新推出的长白山。十一站上的时候，不就给他们掐了吗？沙哥来十一号了，八号没人。你要挑战啊？你这位置太那啥了。我跟沙哥在十一应该快要开始挑战了。周深在那守着呢。我看看能不能赢他啊！这个是灵巧的事儿，它不是劲儿的事儿。
好，来吧。我手中的十一号，哎呀妈呀，太快了，对不对？太厉害了！我失败了，我挑战失败了，十一号。你还可以挑战我，你还有一面旗。我不挑战了，让别人来吧。十一号他们守住了，那我来挑战十一，我来挑战十一，你回来守四和八。啊！哎。你倒可以试试，烦死了！哎呦，沙哥的棋哟，可能就只能放在土下了。好嘞，那我过去，我来吧，我挑战，我挑战。啊！那我必须要，这个太重要了，这个点。这个点重要，我不重要呀，陈哥。雨深，抱歉。我用安慕希林蔗糖的拒绝你的挑战。来吧，深深。哎，十一失手，我正好手挂在你裤兜上了。对，我知道。对，那就手短了，要不然我就扯到你的那个了。那我现在去哪儿？哪还需要我？守住八和四之间就行。不行，我怕不能跟周深说，周深在听。没了啊哈。什么？我是要去门口换裤子吗？哦。我相信他们应该不会再来十一了。我想去挑战十三号，然后我在想晨晨可以看一跟七。这是几号？我在九号，我要不要拔？要拔，要拔，要拔！周深在九号把我们旗子拔了，但应该没事了。我把八拔了。插上了，插上了。